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 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冇咗你哋嘅支持 ，My Radio 今日唔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 Radio。My 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咗一段时间，除咗毓敏原有嘅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哋亦都制作紧一啲新嘅节目。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我哋而家多咗好多新朋友，啲新订户，咁但係我哋希望会增加嗰个订户嘅数目，去到最好呢就超过30万。咁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介绍你嘅朋友去订阅 MyRadio 嘅 YouTube 频道，呢个係对 MyRadio 嘅支持，令到我哋嘅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呢就係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呀，或者即係入呢、这個 patron 做會員啊，咁你都可以支持呢個 My Radio 嘅天涯若比鄰 ，My Radio 繼續發聲。咦？點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錯過咗 My Radio 嘅直播節目嘅？我明明已經訂閱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頻道噶啦喎。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嗱，咁佢今日嗰個講法咧，就即係我特別指出呢一點啦嚇，100万人呢個數咧就唔止嘅，係嘛？咁啊，而家個推算咧嚇，即係按常理嚟講都唔止100万啦。咁佢基礎咩咧？就係嗰個所謂檢測啊嘅結果啊，咁啊四分一咁推算，咁即係180万啦，係咪？咁另外佢有提到嗰個孔教授嗰、那個。佢認為佢嗰個講法係啱嘅。咁之前點解對香港大學嗰個研究團隊嗰個講法，佢又要咁樣評估咧？咁樣即係咁樣評論咧？係咪？喂，事隔幾日嘅啫，大佬，係咪啊？老實講，如果咁樣，你要個疫情穩控，咪全香港人中曬招咪得啦，個個有曬免疫力，咁咪唔會再有新嘅確診咧。即係除非喂中完一次可以中第二次，係咪？所以而家個數咧就一定係跌嘅。所以你睇下今日啊，大家睇下今日嗰個數據，咪去到1000咯。早幾日係咪？即係之前我哋講過啦嘛，喺25號嗰一日就仍然10000几，就是、我哋上個禮拜一做節目嘅係咪？禮拜日、禮拜六、禮拜係咪？嗰、那個應該26號係禮拜六啊嘛，係咪？琴日27號啊嘛，係嘛？今日28號啊嘛，所以嗰個10405嗰個就係上個禮拜四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嗰個數據嚟噶嘛。跟住我哋話就有機會就回落到千位啦，咁果然而家就8000几、7000几，係咪？咁希望一路咁樣回落去。咁事實上就係而家個總確診人數已經係110万。113万啊！我頭先一已經噏少咗噶啦，死亡人數就7420人，係咪？超過一半以上係院舍嗰啲老人。咁我哋講過兩三次噶啦，就係由於你冇打疫苗，咁呢個而家即係經過好多數據得出嘅結論，都係你冇打疫苗就容易中招，尤其是呢啲有長期病患啲老人家，跟住就會變重症，跟住就瓜得，係咪？咁所以我哋就成日問，咁點解你唔去同佢打疫苗咧？啊，而家有啦，而家開始有上滿師打疫苗。咁點解以前唔做咧？眼光光睇住啲老人家，即係提早上天堂啊！你可以做噶嘛？啲院舍全部可以做嘅，打疫苗有幾難啊？喂，一個打，屌你30秒嘅啫嘛，跟落去係嘛？係排隊簽即係填表啊嗰啲係嘛？我哋喺呢度都係噶。我記得我上兩次打疫苗都係喺我住嘅附近嘅。醫院啊，或者嗰啲嗰啲衞生中心啊，嗰啲咁去打啫嘛，係咪？咁啊，有人招呼你排隊填表，攞張健保卡係嘛？跟住咪打咯，前後加埋都唔使1个钟，係嘛？
在台北火车站啊，在个大堂度啊，系人都开埋去打，唔使登记都。揸住咗你打咗疫苗嘅黄卡，系嘛？帮你盖印，有几难啊？上门帮人打，咁呢啲人唔使枉死啊嘛！而家仲行出嚟讲话佢哋冇打疫苗，咁而家就有上门先打疫苗啦。要喂，屌而家都咁多人确诊啦，已经系嘛？所以边有得推卸责任嘅啫？但系你睇佢呢个贼婆行出嚟，日日开记者会，佢真系气定神闲。是吗？好似即係同佢一啲都冇相关㗎嘛。有记者问佢，咁而家死咗咁多人，咁政府係咪应该即係啊，即係要啊道歉呢？咁佢扮听唔到喎。佢一定唔会答呢个问题喎，又係係咪可以贱到咁㗎喎。咪呢啲係狼心狗肺㗎，基本上係屌你。你唔可以称佢係人，基本仲要係香港地方领导人，屌你係咪有无上嘅权力係咪任何一个政策，一举一动都会影响香港人嘅，屌你真系！然后呢条友系痴嘅，神经有问题嘅，屌你真系！狼心狗肺，不可以称为一个人嚟嘅，屌你真系，系嘛？犯嘅全部都系人类罪行，呢几年，系嘛？所以点解我会话佢冇得连任？唔系话共产党都同我一个立场，认为佢系扑街，所以佢冇得连任，唔系。而是他做的事是令到香港社会不稳定，然后共产党要出手搞到他周身蚁，屌你又被人制裁又剩，是吧？又影响中美关系，又影响同整个世界，即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就由你而起，屌你真的。另外就加速那个台独啊，即是那个力量扩展，屌你又入你数了，用什么意思？这个是，所以怎会有得连任啊？老实说。如果咁都有得连任，屌你咪习近平可以剖腹自杀都得啦！屌你咪点做皇帝啊，大佬二十大？喂，你共产党内部包括你而家嗰啲政治局委员啊、政治局常委，喂，佢哋都会同你讲噶嘛，大佬系咪？即系表面上就梗系，我哋即系支持呢个特首依法施政系嘛？表面上一定唔会讲半句林郑月娥即系不是系咪？但实际上是不可能俾你连任的嘛，大佬啊，是吧？喂，出埋国安法咯，是吧？咁唔系因为你点样出国安法啫？仲有，当然共产党都有呢个认识啊，借呢个机会咪杀你嗰班香港即系反对派咯，费事你屌少，即系特别嗰班年青人个个都反政府嘅。有反中的，費事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係嘛？先殺你先，係嘛？呢個係基於政治，共產黨嗰、那個即係、就是、鞏固佢嘅權力，其中一個考慮就唔係幫你林鄭月娥。表面上行出嚟講就係幫你撥亂反正，由亂變治，係嘛？係嘛？消滅曬啲即係反對派，呢啲全部都係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港，扣頂大大頂帽子俾佢。屌你咩？你話講而家喺嗰啲拘留所被無限期拘留嘅呢啲温和民主派，點會反中亂港咧？真係我係為佢哋明不白之冤嚟，家係係嘛？你話我反中亂港，我都仲即係你話我係咪係咯？仲係嘛？屌你係嘛？嗰啲點會係反中亂港啫？老實講係咪？你都要趕盡殺絕，係咪？就係、是、要呢、這個係一個藉口嚟噶嘛，係咪？尤其是你習近平嗰個作風，咁點解胡錦濤唔會咁做？江澤民唔會咁做咧？點解你習近平要咁做咧？係咪？喺你個第二任嘅任期裏邊，你要落咁重手咧？係咪？因為諗住我跟住繼續有得，喂，千秋萬世，屌你，我係永遠執政噶嘛，係咪？終身制噶嘛？错晒嘅，我话俾你听，冇一个人系天纵英明嘅。任何嘢，所有呢啲咁嘅国家嘅大政方针，咪最好就有套制度，根据法律，系咪？如果唔系嘅，迟早都系会冧嘅。你而家揸住个国安法嚟镇压香港，系咪？香港变咗咩啫？咁走得嗰啲咪走咯，啲资金撤得咁咪撤咯，系咪？屌你而家有个疫情啊，变咗死城，跟住死港，系咪？俾你收翻都冇用啊，系咪？所以
最近有啲聲氣，啲人咪話哦，前日即係3月27日，林鄭月娥就即係針對呢個所謂檢討疫情工作啊，咁佢就回應又話喂，我哋而家所有嘅人力咧集中係防疫嘅，係嘛，唔會分心做其他嘢啊。檢討過失咧就交翻俾下屆政府。嗱、啊，這個、呢個講法咧當然係推卸責任啦，係咪？喂，你隨時都要檢討噶啦，係咪？點解會爆到咁？點解會咁多人冇去打疫苗？係咪？你隨時都要檢討噶啦，係咪？嗰啲破口喺邊度？點解會突破咗？會咁樣爆發？係咪？係咪每一日都喺度檢討緊啊？哦，如果講你有錯，呢、這個檢討過失就留翻俾下一屆政府啫。下一屆政府嚟秋後算帳，算呢一屆政府嘅帳，係咪咁解咧？即係你而家呢啲咁嘅陳肇始啊、李家超啊、鄧炳強啊，係咪？呢、這個鄭若驊啊、陳茂波呢班唔家產三司十三局，全部就留翻俾下屆政府去清算你，係咪？係咪咁解咧？檢討過失就交俾下屆政府，係咪咁解咧？咁但係咧，嗰啲報紙咧，即係嗰啲傳媒有咩做啫？屌你，你又唔可以反政府嘅，反政府係嘛？你嗰啲專欄或者評論文章，如果有對政府嘅批評，你都要戴頭盔。好似明報呢張垃圾報紙係嘛？仲有後邊啊，即個編者按本欄嘅文字咧，如果有所批評咧，對政府政策咧，全部都係基於指出咧，即係其中即係唔妥當嘅地方係嘛？啊，並冇即係引起人哋憎恨政府嘅意圖，咁即係我唔會違反國安法嘅，咁都要戴頭盔。屌啲報紙睇嚟托咩？啱唔啱？屌你呢啲報紙，屌你呢啲報紙愛嚟包垃圾就得。屌你真係係嘛？睇嚟做咩？係嘛？全部都係咁咁啊！而家係咩？咁佢呢種講法就話：喂，檢討工作唔係而家做嘅，留翻俾下屆政府係嘛？咁如果下屆政府需要我提供意見咧，我都好樂意提供意見俾佢哋嘅。咁於是啲人就將佢解讀為咩咧？包括呢啲咩星島啊呢啲所有親政府嘅報紙就係解讀為佢放棄國族連任係嘛？就同我嗰個講法唔同嘅係嘛？我嗰個講法咧，就係佢一定該死嘅 ，OK， 係嘛？即係我哋唔係好多時都唔，即係大部分、絕大部分99.9%，我哋都唔會贊成共產黨嘅。如果共產黨要攞佢命咧，我就一定贊成共產黨。呢99.9%之外嘅0.1%，屌你真係0.1%有乜贊成？有乜可能？呢啲人？你仲會繼續留低佢喺度咯？下屆政府需要本人啊，作為呢、這、一個即係咩啊？參俾意見嘅，我哋好樂意俾意見嘅咁樣。屌你真係咁啲人咪話哦，即係佢而家放棄啊，露出玄機啊！呢個即係咪屌咧？咁樣又有新聞做嘅，係咪露出玄機啊？解讀為佢唔會參選，唔會國族連任啊咁，仲國族連任？屌你真係係咪？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嘅，而家成個建制派陣營，我夠膽講，呢1500個選委，即係可以投票選特首嘅，係嘛？佢都係唔妥林鄭月娥嘅，係嘛？如果你林鄭月娥去參選，又唔係中央啊，即係陰定嘅人選，你好似即係上一屆曾俊華咁。你又唔使指意佢有人會投票俾你，如果俾佢可以揀嘅話，譬如有兩個人，係咪？佢一定會揀林鄭月娥。所以你即使即係共產黨做到即係啊，似模似樣，我俾你有競爭，係咪？可以有兩個人去選，其中一個叫林鄭，可以角逐連任，佢都唔會有票。除非就係中央陰定嗱，一定係要投俾林鄭嘅，其他嗰個係屌陪跑嘅啫，咁啊唔同，係咪？一定唔會投俾你。如果你話唉、哎、有得揀㗎，兩個啊中央唔干預你選啊，兩個都入到閘係候選人係嘛？每個選舉界別每個選委嘅界別佢都攞到即係攞到提名嚇，咁啊加埋嚇攞到180個提名，咁佢入到閘啦咁樣係咪？俾佢入閘，咁即係曾俊華都俾佢入閘㗎，胡國興都俾佢入閘㗎。咁點解林鄭月娥會攞777票咧？係咪好簡單啫嘛？咁佢冇得唔俾佢入閘噶，因為當時有嗰啲泛民
泛民揸住嗰啲票系够提名两个人入闸噶嘛？系咪啊？一百五十个啫嘛，佢有300个位，咁可以提名两个人入闸咯，咁咪变咗三个咯。咁但系呢个系中央钦定嘅，其他嗰啲共产党去控制嘅选委，全票投晒落去呢个林郑月娥嗰度噶嘛？系咪？咁而家唔使啦，而家1500个全部都系清一色嘅。爱国者治港啊嘛，咁你爱国者治港嘅基础就系选委会呢1500人要选特首噶嘛，系咪？咁你话佢会唔会投俾佢？诶，唔会啦。好，休息一阵。